Yeah, but here they're like encouraged. Not really. The school will send the kids home. They will call their parents. 一口流利的英式英文，细心服务外籍顾客。陈佩璇一路从洗头小妹做起，认真打拼的态度帮助她在旅居英国期间当上连锁美发沙龙的创意总监，坐享百万年薪。然而在光鲜亮丽的外表下，其实她的内心只是个渴望爱的小女孩。跟先生有一个可爱的女儿，一家三口期待着下一个新生命。过去的佩璇成长在缺乏爱的环境里，四岁时父亲遗弃他和母亲，十一岁母亲癌症病逝，独自扛着伤痛走过二十几年的岁月，伤痛也不断啃食他的内心。在绝望之余，上帝让他找回接受爱的能力，也重新付出爱。各位朋友你好，我是金玉，欢迎收看真情部落格。今天的来宾她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台湾女孩，但是她靠着她自己过人的毅力，她是在英国知名的连锁造型沙龙曾经担任过艺术总监，而且还代表公司去参加过伦敦时尚周。怎么那么厉害呢？我们要欢迎陈佩璇来听听她的故事。欢迎佩璇，你好。你好金玉姐。伦敦时尚周哦，很大的一个活动哎，你被派去的感觉怎么样？真的是那些人都是在杂志上你平常才可以看得见的，就是当你进入这一行，你好像你的设计师跟老板就会开始让你觉得说这一行就是迟早有一天你会变成这个样子。是哦，可是在台湾你说真的要走上国际舞台，又走到国外这个大公司，还可以当创意总监，很少人。你自己从小是土生土长在台湾的哪里啊？内坜。我是在桃园县出生，然后也是在那个区块长大。你家里背景是怎么样的？我母亲在我十一岁的时候就过世，那我父亲是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离开我们这样子，所以后来我是在跟外婆还有阿姨的家庭中一起长大这样。所以你几乎是没有爸爸妈妈在照顾哦？没有。所以对爸爸有印象吗？也是非常模糊，因为我真的跟他相处时间是非常非常短暂的。妈妈应该算是还有跟你一些互动的哦。他就是试读，所以通常他都是很少在家，所以我在需要他的时候他并不在我的身边。那到后期他生了，他得癌症，那他就住在医院，所以有时候我下课的时候就必须要到医院跟他一起住这样子。不过他这样也很难哦，就是说一个人，然后他会不会有一些对你的对待让你会觉得没有被爱到？会，像我觉得他对我的感受可能就是真的是他，因为我觉得他爱我的父亲，所以他也会投射到我身上。不过他恨我的父亲，那相对他也会投射到我身上。尤其是他在读博的时候读书了，我可能好几天没看到他，哇，我很开心上前，然后想要给他一个拥抱，因为你好多天没看到妈妈了，然后我就上前，然后他就可能读书了，然后一巴掌就过来，你就会很 shock， 说我怎么我期待我母亲的爱意的时候，却得到是这样。你印象中比较给你爱的是谁啊？真的是比较没有哎，尤其是父母亲这一块非常缺乏，我是没有认知什么叫爱的东西，我也不清楚，所以我通常就是自己管自己。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妈妈生病的时候，最后在病床前面？可是是你在照顾吗？对不对？我还有我阿姨轮流照顾这样子。你那时候才几岁？我那时候很小，我记得我大概九岁十岁，他就已经在那个省立桃园医院里面住了。所以你那个时候要负担做什么？就是像那时候帮母亲啊把屎把尿，你要帮他换那些尿盆啊便盆，你要帮他清理啊，还有你要常常注意他的点滴有没有滴完。反正就是你没有办法常常熟睡，你可能两三个小时起来要检查他一下。那像他嘴巴干啊，你可能就是要用棉花帮他润湿一下。那你功课怎么办？其实如果我去学校应该都还搞得定。你就自己去上学？我自己去上学。自己写功课？自己写功课。乖乖就下课都到医院去帮妈妈吗？对啊，就睡医院。对，有时候吃什么？医院他有给妈妈伙食，那看妈妈有没有剩下来的。那如果没有呢？没有，你可能就饿肚子。如果是刚好是去医院照顾妈妈的时候，那你就饿着肚子啊。你好像觉得这是就是应该的，你没有太多的想法当下。
衣服谁洗？衣服自己洗。妈妈的也是你来弄？妈妈的，对。当时，哎呦，你小小就承担很多责任呢。可是有时候你在那个环境的时候，你并不觉得你承担了很大的责任，你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理所当然。而且你，我真的认为每个家庭跟我的环境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是这样子。嗯嗯，妈妈在病床上，因为需要依靠你，你们有比较多的互动吗？有一次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就是晚上在睡觉，哇，她突然就是坐起来，然后就抓着我，然后一直摇晃我，然后就一直打我。她说你是魔鬼，魔鬼。那时候其实我心里蛮委屈，可是我也不敢反抗。然后大了才想到说啊，应该是她，因为她必须要靠吗啡来止痛，有时候她可能意识幻觉吗？应该是。嗯哼，你这样照顾妈妈照顾了多久？我觉得陆陆续续应该是有两年多的时间。后来妈妈过世的时候，你还有印象吗？我觉得过世的时候，她过世那一天，然后我们都赶到医院去，然后就觉得说很开心。我觉得我的母亲再也不会动不动就打我，然后动不动就是赌出钱，然后就找我出气。当下真的很开心，却有一种觉得释放的感觉。然后我记得那天晚上，我晚上还要去那个芝麻街补英文，然后我阿姨还说没关系，这些事情我们来处理，那你就去学校上课。我还偷偷跟我老师讲说，我母亲今天过世，可是我很开心。好复杂的一种解脱的感觉，非常复杂。你小时候会感觉很孤单吗？其实我觉得我小时候真的很忙碌，因为我觉得我的情感非常的复杂，我常常要去面对这些事情，所以我并不觉得我很孤单，因为我觉得我常常要去面对这些事情。这种情况对你的性格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就比较压抑。我印象中，我母亲过世之后，我就不太会真的会说出自己的想法，你也不懂得怎么去表达你自己。童年时，陈佩璇遭到父亲遗弃，当时还有母亲，但随着母亲的过世，她的心门也关了起来，难过伤痛像一波波海浪不断侵蚀她的心，习惯用尖锐态度保护自己，想不到伤了自己也伤了关心她爱她的家人。她的那个保护色太强烈，连自己的家人她已经完全都没有信任这样。对啊，所以就是用非常直接、非常就是很差的态度去拒绝他阿姨。对人家关心就是没有办法接受，想管他又管不了。对啊，那时候就是脾气很硬啊，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他会说：“阿姨，你管那么多干嘛？”他会说：“你又不是我妈，你怎么会管那么多？”所以有时候听到这些，就会心里会有一点说啊，真的是有一点心里很难过这样。一个父亲不在身边嘛，所以他也不知道什么叫父亲的爱。那唯一最亲的母亲，却是让他也感受到很多的不愉快啊，然后伤痛。所以我想，当他要重新的接受一个人，我想是需要时间的。虽然阿姨对她的爱一定是很亲的那个亲情的爱，但是一个孩子从小被塑造了，他对最亲密的人的体会是这样，那难免重新要接受一份这样的爱的时候，我相信是会需要一点时间。经过了童年生活的辛苦，好不容易是上了国中，然后可以努力读书，拼一片出头天。原本你是这么想的，对不对？是，你会很想要靠读书来脱贫。其实我只要在学校好好待着，我的成绩都可以不错。所以那时候，在学校啊，都有担任一些学艺股长啊，甚至班长的这种位分，然后成绩也不错。后来是怎么改变的呢？有一个男同学就是想要跟我告白，他说：“你可不可以做我的女朋友？因为我很喜欢你。”我说：“不行啊，因为我外婆不准我交男朋友。”然后就是这样子拒绝他了以后，结果他很伤心的回去跟他姐姐说，那我就被某个人带到他们的教室，然后二话不说，他就说：“你很拽嘛，
拒绝我弟弟的告白，然后就那时候印象中大概有7到8个人就围殴我这样子，把我打了一顿，男男女女都有。你是真的这样被揍了一顿？我也很正义的，就是拒绝男同学，就是不要去做这些不正常的关系。但是我觉得我得来的结果就是被人家毒打一顿，心里真的是很受伤。所以那时候我就回去跟我的家人说，他们觉得啊，你可能在学校你可能就是比较爱现啊，或者是招蜂引蝶，才会惹这些麻烦。那其实我在学校已经很受伤了，那回到家你会觉得你没有被保护。你有跟学校老师讲吗？没有哎，其实那时候你讲没有用啊。我们那个时代，你跟学校讲，如果那个高年级知道，他在校外一样会找你麻烦。那你心中是怎么想的？乖孩子就是会被欺负，所以呢，所以你一定要竭力的结交校外的太保太妹，然后你要打进那个圈子，你才有办法来保护你自己。那你后来选择怎么做？我就一样啊，他们可以混到那个阶级，我就比他们混更大。他们抽烟我也跟着抽啊，他们翘课我也翘课，到后面还混出个名堂，他们都叫我大姐大。像有一次面对我一个同学就上来说啊，刚才有一个男生这样瞪了我一眼，看他很不爽，叫我去为他出气。所以我知道我必须要帮他出这口气，但是我也觉得这个男同学真的是很无辜，因为我曾经被霸凌。所以我就跟这个男同学就在他耳边讲，我说我必须打你一巴掌，不然的话你可能会被围殴。所以我就当众就是狠狠的给这个男生一巴掌。你当下感觉是什么？你去霸凌别人的感觉？当然很非常难受。我不觉得我是做我不觉得我应该是做这种事的人。可是有时候你在那个环境的时候，你就是会要有选择，你必须要这样做，不然这个男生他会受到更大的伤害。那你国中毕业之后呢？虽然我可能没有办法读到很高很高的学历，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 average， 自己毅然决然的去那个报考高职的那个半工半读，有点像建教合作。我的公司刚好给我一个机会，说我可以住在员工宿舍，那太好了，我刚好可以离家。你在当学徒的时候，应该也是那种一天到晚都洗到手都破的吧？洗到手都黑啊！有时候你真的手都整个都裂掉，早上起来之后你整手都是血，因为你晚上太干太痛，你会不自觉去抓它，所以早上起来之后你整手都是血。这样可以赚得到钱吗？赚不到。那时候扣掉薪水，可能一个月是4000块的生活费，那你还要早餐跟晚餐你还要自理，那你更别说有时候你要搭乘交通工具去学校上课的时候，那你学校还是会有一些开销交通费。那跟你一起在混的那些人后来他们都在各自做什么？有一天我跟我同学去唱歌的时候，然后就遇到我同学，他们就叫传播陪酒的小姐，然后就叫欧的一个进来，刚好是我同学，然后就大家就很尴尬。可是我觉得我很尴尬，因为我会想说，他怎么做这个行业？可是我同学他并不尴尬，他跑到我旁边，他说：“佩璇真的是笨蛋，你看我都快可以买房子。”我说：“啊，你这可以买房子？”他说：“对啊，因为我做这一行真的很轻松。然后你看我只要陪客人喝酒，好，然后每天都漂漂亮亮。你看你手还都是黑黑的，然后每个月可能。”每个月可能吃的东西都还不如我的一餐这样子。那时候我更觉得这个社会是超不公平的。你有被说服想要去做传播妹吗？没有，感谢主，因为我天生没办法喝酒，不然我搞不好会有你喝酒会怎样？我喝酒就是起酒疹，然后可能闻到酒味就醉了。还好，感谢主。但是你有把脑筋动到别的地方吗？报纸上就看到，有一个开分员，她就是一种赌场的开分小姐。那我想说就去试试看嘛，哇，那工作超好的，早上8点上班，下午4点就下班了，然后月休4天，然后月薪有4万块。要干嘛？她就是做一个 exchange 的动作，比如说你客人他给你 cash， 你就给他 squat， 在他的那个机器里面你就给他分数，就只是这样，非常单纯，你也不用穿得很暴露，
但是你一个月有4万块的收入，那是我的10倍，做美发的10倍。会有一些出入分子不太会正常，那个地方是非常复杂的，在那个地方也是真的是让我的人生体验也是进了很大一步。我常常会看到一些妈妈带着孩子走进来我们店里，然后会有时候会跪在地下啊，求我们说啊，不要再让我老公进来堵了。我们有时候会看到这些画面。有一次我有一个客人在我当班的时候，然后他在我这一班输了100万新台币，然后当天我很开心，因为我这样子我有奖金，所以其实我那天的 bonus 是因为他，然后我就得了一些额外的 bonus。不过后来他离开之后，然后3天之后，我在新闻上看到他跳楼自杀。我觉得虽然不是我去推他下楼的，但是我好像是一种共犯。虽然我也不是劝他赌的人，但是我是造就他走这个方向的人。所以那时候我觉得说，这个工作虽然在财务上带给我很大的帮助，但是我心里很空，我觉得这个不是我要的。解一道题目可能他们5分钟，可是我需要2个小时，不是因为我解不出来，是因为我要翻译他所有的原文还有他专有名词。哇，这2个月从来没有这么认真过。然后毕业的时候91分毕业，那时候真的是对我自己很有信心，然后也爱上了这个美发业。当与家人关系以及美发工作双双陷入瓶颈，陈佩璇自我形象跌到谷底，想彻底挣脱过去，铁了心要离开台湾这一块伤心地，仅仅带着一点点盘缠，不顾一切前往英国。好像是前一天才跟阿姨跟外婆说我要去英国了，让别人也没有任何的机会可以挽留或是怎么样。那因为她的生命就是一个很苦，所以她也觉得反正都这么苦了嘛，好，那我就离开这里，我就靠我自己。好，那是一个背着很多的伤痛，好，然后毅然决然的觉得我再也不要留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也不要再跟这里的人事物有任何的瓜葛。他去在外面，他很自在，他的信心满满，他重新做一个人。他说他很不喜欢台湾这个环境，就大家对他原生的身份有没有那么在意。那时候每一次回英国的时候，我心里就很难过，我说心里想，为什么要一个人自身去英国去，一个人在外面那么辛苦，为什么不回来台湾？每次回去的时候，我心里就好难过。他一个人在那边，到底过得好不好？他都不愿意跟我们讲，说他过得很辛苦。所以我就说，你回来吧。为什么要一个人在那里？在那段很辛苦想要赚点钱的岁月当中，佩璇她是在白天赌场工作，然后后来晚上还是继续去学美发。毕业之后呢，实际上碰到客人了，可是手艺好不好？手艺非常的糟糕。记得有一次有客人，他可能只要进来洗个头，那我就说，哎，这头发我们修一修好吧？我们修一修可能加个200块，客人会觉得，哎 ，OK， 那多200，那我就修一修。哎，可是修出来不是那个样子，说啊，这个需要烫，那就烫一烫。那烫出来又不是那个样子，哎，那不然我们染一下好了。然后染完也不是那个样子的话，那就护个发，买个造型品弄一弄。可能本来消费200块，就变6000-8000块出去这样子。那应该出去是哭着出去吗？我觉得他们是很不高兴了。你后来为什么会觉得说你好像本来很想赚钱？然后到一个心灰意冷的状态。你看，即便我这么销售能力这么高，我一个月才3万多块，可是我3万多块，我付出的体力跟我的时间是完全不符合那个经济效益的。那时候就觉得去外面看看好了。那去哪里呢？
对啊，那时候也是觉得很烦恼，要去哪里？后来我客人讲说，你出国目的是什么？我说啊，学英文啊，就跟大家一样。他说那你应该要去英国。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英国讲英文、讲中文的人比较少，你应该去。我那时候没想太多，觉得好，那就去。就是一个语言学校而已啊。对，那时候因为你的能力也只能够负担你在那边读语言学校，然后我就带着1000英镑的旅支，一下转眼就钱花光光了吧？转眼哇，那个我真的是没有想到，原来英国的物价是这么的高。那你就这样回来吗？没有，我那时候觉得说，我那时候回来我一定会被我家人还有我身边的朋友看不起，所以我就很厚脸皮的在语言学校附近找了一个那个美发院。我想说我剪头发真的很差，对不对？没关系，我不要告诉别人我是设计师，我洗个头总该可以吧，台湾洗头妹这么厉害。那我就说那我可不可以来这边当助理，这样我就告诉他我剪头发真的很差。他说没关系，你明天就来上班当设计师。你就在英国的华人发廊对开始当设计师哦？开始，那是我的开始。真的？对，那你英文不会讲，我身上就会有一个小册子，如果客人讲了一些单字是我听不懂的，我就会说对不起我听不懂，你可不可以帮我写上去，因为他可能拼出来的我可能也会听不清楚，你知道英国腔很浓，所以我就请他帮我写下来，回去我就查。这样子的一个一面做一面学的过程有多久？3-4年左右那后面因为受不了种族歧视，因为我觉得种族歧视啊，比如说有时候我会跟客人闲聊，最近好吗？你这件衣服很好看啊什么的，然后老板就会觉得说你不要像妓女一样好不好，常常这样子跟人家就是说话，甚至他们会常常跟我洗脑说啊，你只要离开了我们这家公司，你在英国你是生存不下去的。所以你一方面被羞辱，二方面又被他们恐吓，那你为什么会决定毅然决然的离职呢？有时候你就是在那个点你就承受不了，你就是爆发，觉得说好算了，我真的混不下去的话我就回台湾。离开的时候真的是很难过，因为你没有想到你太有 guts 了，你就离开。那有时候是没有没有经过思考，当时我身上全身上下就只剩下100英镑，那是我完全就是最后仅有的了。就被你飞回台湾不可了吗？没有钱啊，我100英镑，我连机票都买不回去。哇，我这个人是开不了口跟我阿姨他们说你钱帮我寄过来的，我是没有办法，我觉得我死就死在那里了。然后结果有一天我在走的时候，我就遇到我一个客人，他是台湾人，然后一对夫妻就说那个礼拜五晚上来我们家吃饭。我觉得太好了，既然有人找我吃饭，反正我没钱 ，OK。像这种免费的食物，我很乐意去。一去我才觉得天哪，我是不是来到老鼠会了？一去竟然有30多个人在聚会，你知道吗？他说：“好，那我们大家先来个祷告，然后来敬拜神。”我心里这整个毛起来，你知道吗？我心里想说，我会不会进入了一些什么，不好的什么什么会哈？比如说魔教之类的。后来他们结束完就说：“姐妹，我们来为你祷告。”我就说祷告要钱吗？好，不用，不用钱。我说好，那不用钱的，好，那就祷告。当时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其实祷告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围住我，然后我真的很感动。有一个姐妹祷告完，她就说：“我跟你说，耶稣爱你。”我说：“拜托，我这辈子都没有想到我这么自卑，而且我出身那么低，然后我还经历过这么多，从来都没有人告诉我他爱我。我是想说太可笑了，我的一路来啊，就算以前我去算命，人家算命都说我是，你知道吗？那个八字坏啊，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烂命一条。对，他就想说啊，你以后会客死异乡，就是整个都是啊，你要改命，然后你要什么什么什么的。怎么这些人竟然说我是很宝贵的？我没有办法相信他们。当时我是非常抗拒的，而且他说这个上帝就像你的爸爸一样，我更抗拒了。对，抗拒到一个不行。我就是后来他们打电话给我都不想去，他说姐妹今天礼拜五了，打电话聚会，我就开始不行啊，那个很远，有没有？我传道那时候我的渡传道真的是很好，没关系，我们载你。他家是从一边，然后到我这一边，然后聚会结束以后，他还要送我回家，然后还要又要回去他们家。那时候我觉得，
这群人真是傻乎乎的这样为我付出，只是为了要让我去认识这个上帝，也很不容易。然后有一天在平安夜的时候，我已经筹不出我下个礼拜的房租，还有我的电费要从哪里来。那你如果室内没有去top up 你的暖气的话，你就是会没有暖气可以用。所以那天晚上是非常非常冷的，-2°C，哇，我棉被包了包紧紧的，然后就在我的电脑前发抖，我就一直哭一直哭，我觉得我的人生太失败了。然后我就开始，你知道人在悲伤的时候，你就会开始从你出生那边把你的悲伤数算悲伤，然后哭到一半，我觉得，哎，奇怪了，怎么突然有一种暖流？真的，那暖流就是从我的脚趾头这样子窜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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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窜，我觉得我就心里那个大洞，在那时候就被包起来了，很舒服。然后我的悲伤全部就像垃圾袋一样，从我的头顶这样咻一个被绑出去，就这样被丢出去了。然后就有一个声音告诉我，孩子，我在这，我爱你。哇，那时候我真的觉得怎么这么温暖，我觉得那个就是爸爸的形象出现在我的身边，他就是在我最低潮的时候抱我。然后那时候我就很感动，我心里就好，那我就祷告。那时候我是第一次开口祷告，上帝啊，我不太会祷告，可是他们都说你很厉害，那我也愿意相信你。大概两个小时之后，我的手机突然响了，你是谁谁谁吗？我说我是。他说哦，我明天啊，我的沙龙里面有一个职缺，你明天来上班。我说明天你不用试用我吗？他不用，两年前你一个同事说你还不错。我觉得他解决了我内在的需要，然后他也知道我有多欠钱，就马上也二话不说，他就马上要解决我燃眉之急的那种经济的需要，所以我就愿意说好，那我也愿意。在英国进入教会后，陈佩璇慢慢找回自信，短短三年时间变成美发沙龙的创意总监，好不容易爬上事业高峰，他却考虑要回台湾。因着接触信仰，佩璇开始思索家人的意义与价值，最后决定返台，展开找回爱的旅程。他第一个修复的关系是阿姨，他发现他不需要这么辛苦，对爱开始有温度。那后来她就是变成一个很体贴的小女人嘛，然后也很温柔，常常都会对阿姨表达爱啊。在她从英国回来之后，在教会又有一个新的改变，她才学习去修复这些关系。对，刚回来的时候，阿姨他们还是会很小心的，因为实在是被伤害太多次了嘛。以前都是心很硬哦，像石头一样硬，很冷，心很冷。就是对他爱他都没有办法感受到，关心他啊什么他都觉得很烦，对，就是这样子。这样很好了，他说阿姨你要来信主，他说希望以后在天堂看到我们。后来他跟我们讲说阿姨我们要回来了，听到以后我们好高兴哦，认为说应该要回来陪陪我们了，所以非常高兴他能够回来，然后现在又看到他们过得这么，跟他先生过得这么幸福，真的心里非常安慰。佩璇后来在一个英国的美发造型沙龙里面一路做到了创意总监哦，其实这个花了三年的时间，其实不算长哎，不算长。对，你是到了这家公司之后发生什么样的一个改头换面的变化吗？你不是本来手艺不太好的吗？评价也一般般吗？对，那时候真的是，那时候我是凭着信心，以前那个华人沙龙的地方的附近有开，要预备开了一家英国的沙龙，它是很英式的，然后我就觉得说好，那我就去。他也没有说他要真人，没有，我就是把我的CV。就直接递给他，然后他就问我，那我们在做 interview 的时候，他就问我说，那你会讲英文吗？我说我会，但是我不太会说。
我就完全以诚实的姿态，他说那你行不行，我说你可以先用我看看，我愿意先从最低阶的设计师开始，然后再加上后期我的有一些原来的客人就是在这听到说我在这家公司工作，所以我那时候的业绩从最后一名在半年内升爬到第一名，然后就一直都居冠。那公司不是把你当金鸡母了吗？对，那时候我的老板他也从来没想象说竟然会有一个华人女生哇这么帮他赚钱赚到这样子，而且你知道台湾人很吃苦的，他给我月休八日我不要，我只要一个礼拜休一天就好了，有时候还不用说，我就一直工作一直工作，因为这对我来讲家常便饭，我就从早做到晚，因为你长时间你就会累积你的客人，所以老板也觉得说那我栽培他，那他就把我送去那个英国莱雅学院去送去做一个染发专家的一个课程，他原文书是这么厚的，那我的同学他回答一个解一道题目可能他们五分钟，可是我需要两个小时，不是因为我解不出来，是因为我要翻译他所有的原文还有他专有名词，哇这两个月从来没有这么认真过，然后毕业的时候91分毕业，那时候真的是对我自己很有信心，然后也爱上了这个美发业。不过你已经当到很高的位置了，很高，为什么会想要回台湾呢？因为我有一次我跟我的好姐妹我们去西班牙旅游，就有一天我们回到饭店看到那个新闻，这是日本海啸，然后新闻就一直报，然后我就觉得那我家人离日本这么近，然后我心里就有一个声音觉得说如果这些事情也发生在我们身上，在他们身上，我心里会有一个很大的遗憾，因为我还没有跟他们和好，他们还不认识我。其实我很挣扎，那时候回台湾，因为我那时候经济许可，其实我已经想要跳出来开我自己的店了，我已经都花了100多万把那个店的家具还有一些那些设备都买好了，只是我的店约一直没有签下来。所以那个时候对你来说，人生很大的一个功课已经不在于是你在工作上面的成就，对，是你整个生命要重整嘛，是，对不对？是，就像个浮萍一样，从出生开始就飘来飘去的。可是回台湾要面对什么呢？你要怎么去跟他重新建立关系呢？住哪里呢？其实我阿姨是一个很好的后盾，他们家都是一定会有房间让我住，只是我对他们的态度很差，我不会说，你看像我在英国工作，我是很有schedule 的，我这个月要做什么，我可能都排定了。可是我对我家人，我跟你讲，我明天哈几点到台湾哈，就这样子。阿姨真的无怨无悔这样子陪着你，照顾你哦。真的就是无怨无悔，真的，真的。可是我一直把他们的无怨无悔视而不见。你里面很冰冷啊。我很冰，我阿姨曾经觉得说我就是一个冷血的人，没有心的人。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回去以后，你以前跟他们的态度很冰冷啊，我就是他们好像是我在上，他们在下，我感觉他们都全部照收，他们也不能说什么，因为我个性实在太刚硬了。然后回来台湾的时候，其实我为我自己找了一份工作。不过我在应征的时候，我就是很有信心，我觉得我就是因为我在英国一路经历神。那我觉得我在台湾，既然你要我回来台湾，你也必赐给我同样能力跟环境，让我能够去面对这一切。所以我在台湾一家也是很有名的发廊，我就跟他应征，我就说我礼拜天要休息，因为我要去教会。但是我平常我要6点下班。啊，我那个老板就觉得你为什么要6点？因为我要陪我家人吃饭，吃饭。8点下班吃饭不行吗？我说8点我家人都吃完饭了，我回去洗碗吗？没有，我一定要6点。那我不勉强你，那你觉得 OK， 那我就来上这班。你不 OK， 我欣然接受，就这样子。然后没想到隔天也就回复我说 OK， 那你来上班。那你怎么调整跟他们的关系？你以前的态度是很吓人的，吓人啊！你一回去，他们有没有觉得你怪怪的？其实我也不，我因为我阿姨他们蛮含蓄的，他们没有特别说对我什么，你知道？而且他们常常都是在忍耐我的状态之下。其实我阿姨对我表达爱的方式很特别，就是我在家吃饭，她就是炒一盘菜就端到我面前，我跟你讲，那就是我爱吃的，我就把它吃光，她就觉得好，我收到她的爱了。然后像我会
愿意陪我外婆，比如说去公园走一趟，嗯，那她很开心。你知道，因为你在公园有时候走很多，有些阿嬷阿伯他们旁边都是那你知道外劳啊什么的，我外婆很开心，每次我走，她都说这是我孙女，就很开心。我觉得那个价值，priceless。你跟表妹的关系好吗？很好啊，我觉得表妹他们从小就把我当英雄人物啊，在家就是一个很反骨的。有一次我们去夜市买东西。然后我就是为了买一件衣服，我想要杀个价，哎，老板会不会便宜一点？这样，老板，我跟你讲，这我们已经赚很少了，对不对？就是这个价钱，要不要买随便你。结果我就掏钱，我妹在旁边看我，就是姐，你干啥？你干吵啊？我说没有关系，人家也要工作，人家要赚钱，这店不是他开。姐，你怎么一回事？我觉得我就是我后来不是我，我觉得我反而做回我自己。我反而知道说，其实我不用再这样武装我自己去做我不想要的回应，去对待别人。哇，我是一个在很轻松的状态之下，很轻松的状态下做你自己，同时让你最亲爱的家人重新认识你。对，然后享受跟他们，就是陪伴他们。一定要指着他鼻子说，你太不负责任了，你这个是不好的父亲，你害我受苦，你知道吗？我觉得我那个剧本都每天都在上演。所以我踏进他病房的那一刹那，我觉得神就感动我说，你看你的父亲，你看看他，你想要怎么对待他。看着先生刘泽如与女儿亲密的互动，陈佩璇幸福洋溢，却有一丝丝缺憾，因为她除了是母亲，也是女儿。想起被遗弃的伤，依旧隐隐作痛。然而，真的要和父亲见面，佩璇的内心还是无比煎熬。没想到和父亲的会面，她不止跨越了心墙，生命也更加完整。自从她信了主耶稣以后，他就是整个都改变了，才会想到要那个找回失去的父爱呀、亲情啊。以前讲到我跟他私下讨论到他爸爸的时候，我也会很不开心啊。我说那什么爸爸，不要理他啊。可是当下他说，他问我说，他爸现在生病要回去看他吗？我就说你喜欢就好了，你觉得你 OK 就好 OK 啊，你去看他没关系啊，反正血缘上就算你关系跟他断了，血缘也是没有办法断了。我觉得他接受父亲之后，他对他的丈夫的态度改变很多。因为他拒绝父亲，所以他可能会认定男人都是会不负责任的。但是因为他接受了父亲之后，我发现他跟先生的关系就变得很奇妙。这个是我个人有看到他跟他先生的关系，因为原本他也用一个比较强势的方式在对待他的先生，后来因为他跟他父亲的关系的修复，我看到他对他先生的态度就变得很尊荣，我觉得他对他先生的态度变得比较肯定这样子。佩璇回到台湾之后呢，没有多久其实也就遇到了他人生的另外一半。我们要欢迎泽如。泽如，其实你跟他是旧识哦。是，我们其实是国小是一起的田径队。那你是怎么碰到他的？在100年的时候，他因为他半年就会回来回国一次，可是我们就会在路上碰到，就跟朋友在他的好朋友在那边喝咖啡，就这样认识，然后这样开始的。佩璇，你对感情有安全感吗？没有哎。因为我这个人，因为对感情其实很渴慕，因为你没有，我从小没有一个很稳定的感情，所以会很缺乏。所以你刚开始跟他交往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受到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吗？就是可能 check 一下 MSN 啊，就是电话那个 text message， 反正 email 就会这样子。有一次我就发现他看我的手机，我就跟他发脾气，我说你为什么要看我的手机？但他觉得说这个东西应该，如果真的要交往的话，就是要坦诚的面对这样子。对，然后就，但是我也是慢慢在调试自己。你通常会以他的意见，能够接受的就去改变吗？
交了这个女朋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好像跟一般不是信阿曼的不一样，都会觉得他们很有爱，对，然后就心地都很好，都会觉得很不一样，我才慢慢的去进入到他们这一块这样。哦，对，你会在交往的过程中，因为爸爸妈妈感情不好的影响，而投射在你们之间的关系上面吗？其实我心里很大的担忧，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好一个妻子，因为你知道太太的形象就是我母亲的形象，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够好好的做这一块，而且我是很没有安全感的。那我也承认，其实以前我是一个很强势的人，但是我不愿意再这样，因为我相信婚姻是一个尾声，那我愿意聆听他的声音，我也愿意去取纳，哎，由他的角度来看一些事情。因为你后来也当妈妈了嘛，哦，我觉得自己当母亲开始会理解母亲的难处吧。嗯，哦，我觉得对你来说可能最困难，因为你生命中一出生最重要的两个人，一个妈妈，一个爸爸，其实可能对你伤害是最大的。每次谈到母亲，其实这一块我是很逃避的，我觉得就最好不要提。那有一次是在有一个课程上面，然后他们教我学习用我母亲的角度来去好像做时光机一样回到当下我童年的脚步。其实我母亲她也没有一个在一个成长在一个被爱的环境当中，所以即便她是母亲，但是我觉得她没有能力去对待我这个，去爱我这个人。所以我觉得我很感谢神，真的是释放了我这一点，以致我在照顾我孩子成长，我也不要用血气去面对我的孩子。我不是说哦，我不要像我母亲这样，我不是，我是想要把我母亲还没有做好的地方，我来把它做好。对，毕竟妈妈还是陪在你身边的。对，你亲眼看到妈妈的病痛，看到她的软弱，可是以前的理解，爸爸是遗弃你的，所以我觉得父亲这一块可能是更难的。父亲真的是，因为我对他的印象是非常模糊，我对他的印象就是他就是离弃我们，他就是不爱我们，就这么刚好课程结束了，我觉得马上就来一个实验。那我父亲那边的家人就透过一些关系，然后就联络上我，就跟我说，哎，那你父亲现在得了癌症，可不可以去关怀他一下？我觉得我怎么才刚过完了我母亲的那一关，我就是现在又要去面对我父亲的课题。那我就邀请我先生说，我们可不可以去医院去探望他，就这么简单。他在送我到医院的这一段路程，我的脑海是已经想了大概8000个版本，我等一下看到我父亲，我一定要先打个他2巴掌，不然就踹他，然后一定要指着他鼻子说，你太不负责任了，你这个是不好的父亲，你害我受苦，你知道吗？我觉得我那个剧本都每天都在上演。所以我踏进他病房的那一刹那，我觉得神就感动我说，你看你的父亲，你看看他，你想要怎么对待，你想要怎么对待他。哇，那时候我也是没有，真的没有想象到说我竟然会就看着他，然后就走到他病床前面，就摸着摸着他的头，我说我很希望你平平安安的，我希望你都好。我从来没有想到，真的就在那一刹那，我觉得我跟我父亲30几年的恩怨情仇，我觉得当时因着神给我这一次的交集，完全放下。我觉得我对他不再有仇恨，或者我排斥他，或者是我要否认他在我生命中的位分。那虽然现在我们没有说常常见面，但是我们借由简讯，传达，可能买个东西寄给他，他也会说啊，其实他不缺什么。我就说，你让我有机会做女儿，我也想要试试看说，做女儿是什么样子的感受，是怎么样去对你的父母来付出。而且我觉得这一路我们这样交集，我觉得那个关系被修复很甜美。其实台湾的离婚率真的很高，然后其实在一个可以完整的家庭长大已经好像是一种梦想或是一种奢求一样的。所以像你这样的一路走过来的孩子，我相信现在在学校里面就是不计其数，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到底有没有一份真实可以相信的爱。哦，可是你一路走到现在，我觉得好像是你回头去支取了爱，然后爱回去，你先爱回去，
就不容易。你最后有没有话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讲呢？我觉得环境都会造就我们，都会练就我们。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去选择我们要在什么样的环境，或者是我们去选择什么样的父母。但是我很感恩，我觉得你可以去选择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爱，有神的爱，有无条件的爱。但是我觉得只要当你肯跨出那一步，其实是很不难。我觉得我现在跟我家人的关系这样和睦，我觉得高过我在英国的成就。即便我好像经历很多苦，但是我觉得当下真的是神都把我怀抱在他的怀抱里面。你说他不心疼吗？我觉得他也很心疼。可是有时候可能神就是真的是要利用我们成为别人的盼望。如果说有一些孩子他的成长过程可能有一点点像我这样，至少你可以再努力一点点，你相信神的爱可以保守你一路，你也可以重新找回爱。因为一个破碎的童年让佩璇从小在他内心里面的爱其实是非常微小的，非常脆弱的，而且是被冰冻的。就在那个英国最冷的那一天晚上，有一股暖流从他脚一直流到他的内心。他从那天开始好像可以跟他天上的父亲一起呼吸，一起心跳，一起去感受这个世界。所以他也相信他是宝贵的，所以他回到他自己原来的样子，就是不用再武装，不用当大姐头，然后他可以柔和谦卑，他可以回去爱，回去关怀，回去体谅，回去同理。我相信在跟家人和好，跟母亲和好，跟父亲和好的这个关系之后，他真的得到了一份礼物，就是他开始接受爱，他相信爱，他学习爱，他也享受在爱里面，尤其是那一份无条件的爱。谢谢，谢谢。更好是你们的老朋友孙悦。我们看了陈佩璇，我们这位姊妹泽如，我们这位弟兄，他们在谈论他们自己的见证的时候，我也在想，也许你在我们真情部落格，在我们的好消息频道上，你看了很多，但是请问，就如同你看过了之后忘了，看见了十字架，知道了是教会，最后没有进去，奉劝你受感动，想调整自己，进到教会，让耶稣基督帮助我们，使我们个人、我们的家庭、我们无论任何的困扰，都能够给我们改变，使我们有真正的平安。这位发型的这个艺术总监，造型的，你看看，他讲过他的成长，不愉快。尽了他最大的努力，他自己在做什么，在做什么。但是我也想，我们在电视机前面有一些人也确实如此这般，没有结果，最后还是仍然在痛苦之中生活，觉得无奈。哎呀，我这辈子，我下一辈子一定，下一辈子不是由你决定，但是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有永生，我们不需要再那么痛苦的猜疑，我有下一辈子。朋友，当我们看到了这个见证，我们也就知道了，许多事情，我们认为没有希望的、不可能的，都能改善。人与人的关系，再亲的关系，有的时候往往也会，疏离，甚会破裂。但是我们看见了陈佩璇，我们这位姊妹，因为在耶稣基督里，她跟她的父亲关系和好。朋友，你自己的关系怎么样？夫妻的关系，家庭中间彼此的关系，或者跟朋友，或者昔日的好朋友，现在变成了陌生的，甚或是仇人。我不知道，你最清楚。
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好吗？亲爱的主耶稣，我就是为电视机前面的我们的观众祷告。我没有特定的对象，但是我知道主你爱他们每一位。主，真的我恭敬地为他们祷告，求主你帮助他们，就如同你帮助了陈美璇他们夫妻。主，真的无论是他们有什么问题，他们曾经受过什么伤害，无论是什么，主，求你的爱滋润他们，求你的爱帮助他们，安慰他们，求你的爱使他们的健康也能够改善。人人需要主，我恭敬地为电视机前面这些人、这些家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朋友，劝你进教会，让耶稣基督爱你，帮助你，让弟兄姊妹可以扶助你。上帝赐福你。